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光头。今天事儿来了，说的要给我试试，说的我比划比划，说的个头就行了，看他到底有劲没劲吧。这个试试，先别说吧。来，来，好好好，行。来，你还要，你又不是不是，不是什么劲了，故意的是吧？故意的呗是吧？就不行了。那是什么劲了？你打起来了是吧？可不能留的。哎呀，留不了，留不了。啊，你这是不行。哎，你那那儿？不是不是，好像有点什么呢。坐坐坐坐。哎，来坐坐。啊。别找理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是真的厉害了。哎呀，这叫情绪有点升了啊！不服不行吧？你这把这不服不啥的，我跟你说，前两腿不了。笑死了！行行行，有潜力可挖。潜力啊，有潜力。哎呀，没想到上一次比这会儿不行，这会儿比不过他了。啥时候？上一次啥时候啊？上次没几天。没几天。没几天，没几天。哎呀，你这两天偷偷的练了呗？是。对。啊。提前下功夫了不？没有，那不行的，你得提得要锻炼，那一块儿锻炼啊！你得肯定提前出手就啥了，夜里面不睡觉啊？可能吧。哎，不说实话是吧？提前去下功夫了。我今天晚上我也得下功夫。下个一天功夫就好。好，行，下回今天咱给你下个挑战，下次咱再见面再比一次啊！行，非得给你扳过来不行。还是我胳膊疼没了，别找理由了。好，这是哑铃，看我这个哑铃已经劈几个。好行。啊，不行。来来来，你劈几个？我这哑铃轻，这是10斤。一个10斤。一个10斤。一个10斤轮着赢啊。啊，来来。你先试。哇，啊，那是。我不行。不行。能知道，抓紧手，那怎么超过他？得扳过来一局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哎呀，吵了，22个。给你们做这个媳妇，下次争取大波，21个。啊，知道吧？这是下回的目标。怎么可能听着那个？